就最后一首歌，他很尴尬的说要不要再唱点别的，我说我什么都不会，就只会这几首。好，这首歌叫三天三夜，最后一首了，不知道你们会拿什么态度去面对所谓的三天三夜，或许好久没睡，或者是甚至是睡三天三夜，这个都有可能，但是不要为了自己的理想去浪费掉自己的宝贵生命，就好像你曾经都不睡觉就一直喝酒，然后一直上班，最后还得了，差点得了猛暴性肝炎。这首歌叫《三天三夜》。我刚才开头不小心下错了，只是下第一首歌的感觉啊。就说大家就那个坐车坐一整天，后面都是安排完的行程，不要安排这种表演正式的事情，就会忘得很夸张。好了，我们在 YouTube 有放一些就是翻唱的歌曲，可以去听听看，是属于放荡不羁哈雷表哥的感觉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三天三夜》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如果想拍掌，要再拍第二次啊。稍微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那我们来聊个天好了。你看他也在想一下歌词。真的。那这边有坐那个泰鲁格号下来的吗？我其实今天被泰鲁格号有一点吓到，因为太粉色系、太少女了，害我忍不住跟火车拍照。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跟火车拍照。他有组一个地下乐团，叫做登机门合唱团，叫 The Gate。然后，英文大家一定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就是 GAY 的 gay， 没有，不是 GAYS， 是 GAGES。我们两个很常被认成是 gay 了，没有，尤其是他，他就长得很像那个施文斌，是这样吗？是，所以他是那个啦，加路兰施文斌，谁在那边乱取？我是丰地国小，丰地说，丰地还是他吸收。洗手米，洗手米。到底要讲什么？你看，他是那个一个最近还蛮红的一个地下乐团的一个贝斯手，他其实是弹吉他的贝斯。然后他今天在坐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车的时候，他靠窗嘛。然后因为他是 Hello Kitty 列车，所以很多人在拍照。然后他就说，他就拿帽子在那边挡说，什么时候这么奇怪变这么红了？我只是参加几个比赛而已。好了，记住他，加路兰的施文斌。好，我是丰地，我觉得丰地国小丰地手，丰地手比较帅。好吧，很胖哎，很胖。好吧，那么那就那最后一首歌，对，我们每次说最后一首歌都会有一首歌出现。好，没有，真的是最后一首，就希望大家在台东玩。就是玩得很愉快，但是不要三天三夜没睡觉，因为真的也没这么好玩啦，就是还是要休息一下再起来玩，这样比较好玩。OK。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，不可能喝醉。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起得好像可以飞。
哈雷，谢谢。